现在后悔还来得及，不如骨头就这么重要？你什么都愿意牺牲是吗？他是我的亲人，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去送死啊！好啊，你愿意求人，那就来求我。你不想他死，今天晚上9点六国饭店，我等你。 这么不在乎自己的清白，不如直接来求我。金玉荣，不止顾得他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，你就这样眼睁睁的看着他每天被枪毙吗？现在只有你能救他，再不做决定，就来不及了。 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